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郑和瑞昌。近年来，主产业发展越来越快，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。在这种市场的环境下，为了提升我们的市场竞争力，我们紧跟市场的发展变化，不断地转型升级。我们公司的前身是工厂，在2002年成立了郑和信瑞昌工艺品有限公司。 在2017年，我们又开始转型了跨境电商，现在也在努力地打造自己的品牌形象，提升品牌影响力。在品牌创新上，我们卯足了劲，优化了人才引进跟培养机制。我们成立了极具创新思维的产品开发部，充分地调研了市场需求，深挖竹子的内涵特性。 用绿色环保的理念进行精准的对接，凭借着绿色环保产品的设计理念以及前瞻性的产品设计，我们实现了从粗加工到高附加值的生产转变。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才是硬道理。我们也将持续加大科研创新、研发，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，满足客户的需求。 想要了解更多，欢迎联系我们。